快看看你，农农，看你。我们可以玩那个，比方说我弹你一下，你就飞出去那个。飞出去？你这样，你弹一下，你往这边弹一下。可以了吗？弹呢？哦，是不是？你有内功，你有内力，你现在变了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幼稚，我感觉你也变了。我变了，到底是你变了，还是我变了？我在这怎么打起歌来了？开心。我们聊点跟节目有关系的。我知道。不一样。各位老师需要在十秒内依次回答四个问题，全员答对两题，才能让贾玲老师自己选择。第一题，请说出杨迪参加过的综艺节目。哇！王牌对王牌，奇葩说。啊，火星，哦，我录的也。其实环游戏，美食天下，美食天下，非正式会谈。火星情报局，已经晚了，已经晚了，晚不晚的吧？这奇葩说就错了。第二个题啊，我上后面去吧。上后面难，后面更难。后面可以想，多想多想。那我问你的后边。后边几乎都被前面抢掉了。请说出六位音乐家的名称。有快乐。请说出六位音乐家的名称。朗朗。刘德华。刘德芬。我倒是。肖邦。周杰伦。周杰伦不是音乐家吗？你说。周杰伦是音乐家。好，我就不错了，就是这样咄咄逼人，最少了。就算你们答对了啊！算了，我们答对，我们说的都是音乐家。周杰伦到底是音乐家？周杰伦是音乐家。你这个算字出在哪了？问题出在哪？哪位？我们说的哪个名字？哪一位不是音乐家？说出贾玲的 B 站男友。范丞丞。这么多的周深。沈腾。啊，花花。叶雨欣。黄晓明。黄明昊。时间到了，黄明昊不是吧？黄明昊有，肯定有，现在就让粉丝姐林佳 Justin 姐，有没有？您说黄明昊不火，因为只有火的人才可以。放不放酱油的平时？点点。番茄炒蛋放啥酱油啊？番茄炒蛋为啥要放酱油？我会放一点点，特别特别少一点点。对，这是酱油吗？这上写了吗？是什么东西？没写，他就故意不写的。我知道，太了解他们了。这是醋，宝贝。这是酱油，这酱油啊。这个是糖，这估计是盐了。试一下。试试啊！我现在倒的是我炒蛋上饭的量，我就会这一道菜。可以了。你们是不是故意在油里加了水？没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太坏了啊！有点奇怪啊。有点奇怪，来自己来，你不帮帮我，一点都不甜蜜，甜蜜，这人就是这么浪漫的人，我就指着这一道了，真的，你们会加盐吗？加呀，盐一定要加。其实刚才打鸡蛋的时候就应该加，差不多够了，差不多啊，量比较多，你就让他自己煎，让他先煎。哎呀，我去看看去。哎呀，糊了！哎呀，我把这糊了。不用，没事。我能吃，我爱吃。还好。你们俩有多好？你说你爱吃糊的。没办法，我爱吃。你人真好，小贾。翻炒蛋。我的葱。一定要把这番茄的水给炒出来，这是关键。哎，还挺香。可以把番茄压一下，等吧，没事，好像还行啊，跟你在餐馆里吃到的不会有任何的区别，好吗？看着不错，哎呀，还是因为不争气。
别放回去了，不能浪费啊！我吃，准备出锅了啊！可以，还可以的，来吧，各位，先跟大家展示一下，我觉得看上去还是可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两位好朋友，一起跟你们去游玩，让我们欢迎他们登场，欢迎，热烈欢迎。Yeah！ 哇哇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会不会跳？哎，来逗我，干我，哎，OK 吗 ？Yes, OK。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规则啊，今天旅行结束之后，大家会享受一顿丰盛的农家宴。对，在旅行的过程中，每个环节我们将会给出一道食材，如果你们任务挑战成功，那么这道菜就是由当地有名的厨师来烹饪。如果任务挑战失败，那么晚上这些菜没喽，要由菜导游来给大家做。我来做。是的。啊。兄弟们，你们完了，今天晚上吃不下去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我也想尝尝。他做饭，咱真得完成。对，不敢吃。那让我们走进自然，拥抱万物复苏的春天。现在我们将乘车前往温州有家，大家出发吧。温饱吧，出游。有点小高啊，他俩个儿最高，他俩重心太高了，站起来悬得很。好，走一小步。我走一小步。我走了，小贾，我走了，你快走，你走了没？走了，走了，对不对？走了。好，那我再来一步啊！别，你先别，我来一步，慢点，你别动，你走，哇塞，我觉得我们俩还是跪着吧，还是我们俩还是跪着比较，阿坤，我们蹲着感受一下，我觉得也不是不可，先蹲着，他俩感觉现在是。在舞台上要唱歌要表演了，你俩现在这个感觉，这会儿得喷干冰了，这样。准备，3、2、1。我只要一动一点点，你就开始。好，感受一下。好。好棒！可以的。你再走一点点。小贾，你不能退，小贾你别退，往前，再往前，喂，好，你别爬了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先走，我走完了你再走，3、2、1，走一走，啊！咱们再来一次，走一点，哇！为什么？再来一次吧。哇，这叫挑战不可能啊！走一点，好，盯住，再来一点点，好，停，好，我试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咖喱，我拿到了，啊！这哥哥，哎呀，挺帅呀，小伙子。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
这样的坤坤和浓浓你见过吗？其实好了，没有遗憾了，还特别菜，也可能平衡感不是特别好。对对对，我也觉得你不怎么样。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。OK， 早生贵子，新婚快乐。好，可以可以，蛮好的。啊，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顺序。来来来啊，按了按了。没有遗憾了，来，东东，还是太年轻。因为疫情，所以他一直在没有办法过来这样，所以有一段时间了。应该几个月了，有几个月有？有几个月了。今天应该是我觉得，是至少那个陈哥跟凯哥说，就是跑男算比较少数的特别累的一期，对，所以很开心，能可以的话就都上吧。全来吧，全来。对，就是做一个，就是一百位的那种。对，你这都请了一百个零零后了，你再请一百个大抢 boy。潜水我潜过一次，还挺有趣的，可以看一些珊瑚、深海鱼之类的。我喜欢游泳嘛，从小就游泳。我今天是录第十一期嘛，第十一期。第三次吧，第三次就算多了吗？总共一百次来三次，对吧？以后常来，以后常来。那可能是金波波球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。不好意思，是我，谢谢。最终的金波波球大奖，获奖的是……天哪，是我吗？恭喜蔡徐坤！祝贺！谢谢。商场里那个时候其实真的不太懂得玩这个，然后主要是我不太敢放太多，对，慢慢来跑男之后开始比较敢玩吧。对，哎呦，第一次玩撕名牌还是第二次啊，不太知道怎么玩呢，尴尬。挺高兴的是吧？有没有节目要表演一下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最大改变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能够去把自己打得更开，然后能够去跟大家这样的玩起来。因为我之前也比较宅，也其实也比较少有机会去到户外这样子去运动，在这么光明正大的场合下，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选择，因为非常的心疼，也非常的想吐槽。首先是姚 PD 啊，吐槽一下，就是他的这个粉丝太多了，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，因为甚至能够刷到网上有什么号在发艺人跟 PD 之间的这种颜值的 PK， 我觉得这个是很过分的啊。那心疼就心疼一下大家的，尤其是摄像老师，我们的 VJ 大哥们，每次要跟着我们跑这么远，而且每次这个速度，毕竟我们也是跑得很快的嘛，对吧？确实是很辛苦很累。没什么好吐。哦，有啊，可以要吐一下。我总感觉我的眼睛不是特别利索，所以下一次呢，如果可以改进的话，就是把那些东西藏得再明显一点。对对对。啊，真的啊？是你啊？哎呀，谢谢。We run for the dream， 从白天到黑夜，我不需要停歇。We run，We run never stop， 就想让你知道，大雨中我也在奔跑。